要是您再讲一遍这上面这些，我录一个小录像，对，就是这个这几个，对，这两个简直挺清楚了啊。方位标志，它的名字的位置是安全，如北方位标在北部航行，安全，危险在它反面，所以这些，它灯是白灯，闪不停，三短一长，九次，独立危险，危险在于它的位置，东南西北都安全，左过右也可以，远离它就可以了。它晚上灯闪两次，两短或是两长。这个分道就是说很多船只航行的位置，它就会放在中央。船只呢，要在它红色的面过，左边，这样就不会相撞。如果他问你晚上代表游玩区是什么晚上，这个叫特别标，水桶、水电缆禁区也是晚上，做工也是晚上，只要看到的话，如果你看到他这边有东西，你就走外面。可能是地，可能是船只，可能是什么东西，你都不管，不要在中间走，在外面走。它这个有距离吗？没距离。好，有时是标，有时是立标。